共念三乘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去了这样的，要求是这样的，要求是这样的，就这样的，要求是这样的。那中午的话，我人无我跟法无我，那人无我就是你要叫人的离我佛所，包括我们的五业一戒，就是八戒，乃至这个十二度，就是其实这个五蕴等中就能生，我们执着的五蕴这个假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这个现象，无知业太深，眼见色六尘皆是六尘。分别了，就这个基础分别，一起的执着啦，还有呢，我是执着了，像执着而生智，对。奏文长和不运，奏讲寻智，就是这样来的，生智。执着了，那一切是实有的，这一切。如果自心现气增长，讲到了包括我们自身显现出来正报身间跟一报世界都是依仗智谋有的，一八字当然也是仗智可以讲自心现气增长，妄自妄想象这是显智，就像佛罗比像河流啦、啊，像种子啦、啊，像根啦、啊，像风啦、啊，然后像人刹那像转转快的，这样呢，我们不知道，那执着外面的现象不断，心很忙碌，这个躁动于眼所的转转，我们以为是只有的不断的攀岩，被业力所牵，这落不定处。佛陀用种种的比喻，像火焰，像风火，无缘无像风火。我想说，人的欲望无穷，就如我们的像，我们比如说如贪，我想贪心不足，如蛇吞吞象，这比喻如。风火，像火再加上风，它不得了了。像这几天，夏威夷的人，不用说夏威夷，美国人是哇，那整片整个村庄都是烧光，用火，火的用什么？因为贪欲、贪心，就像如同风火一样，我们燃烧。那无始虚为习气，阴如雨水，有比喻像那个水车啊，像那个轮转一样。我们常讲说，我们习气以这个习气样子啊，那就总是举荐天君，总之那就是真真实实，实实真真的。佛出头目，所以真实具有的，用这样来比喻，让我们体会到我们在世界上忙忙碌碌、忙碌一生，到最后呢，毕竟无所得。